一开始，我先来读一首诗，介绍这个系列的圣经研读。这首诗是这样的：总以为我对圣经很了解，这里读一点，那里读一点，看几节约翰，几节马太，再读一段创世纪。看几张以赛亚书，再念个诗篇，从箴言一章跳到罗马书十二章。总以为我对圣经很了解，后来才发现读经方法要改变。 从头到尾读一遍，这个方法很新鲜。至于蜻蜓点水式，这里读一点，那里读一点，还没祷告就已经疲倦，祷告几句就哈欠连连。你若是珍惜圣经胜过任何一本书，快别囫囵吞枣，犯下断章取义的错误。圣经值得你费心，用宽广的角度去研读。 等你通篇理解圣经，那么你会跪在神面前拜服。新旧约纵览的系列就是要带大家研读圣经的每一卷书，因为圣经是由很多卷书组成，不止一卷，而是六十六卷。这六十六卷书每卷都有自己的信息，书中的内容也都围绕着那个信息。想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人。 大多会卡在《圣经》的第三卷书《立位记》。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这卷书很难读的理由至少有三个：第一，这一卷书读起来很无聊，好像是在读电话簿一样，只能够偶尔的在上面看到几个认识的人名。这卷书读起来无聊，是因为它的内容很不一样，尤其和《圣经》头两卷书很不一样。 头两卷书中有很多叙述和故事，有情节，有戏剧张力，高潮迭起。但是接下来在《立位记》中几乎没有任何故事的叙述，因为我们都把圣经看成是故事书，所以读到一卷没有故事的书的时候，一时无法平衡，就觉得读起来很无聊，因为没有故事。第二个理由是内容很陌生，不但无聊，而且内容陌生。 文化背景很不一样，时间距离我们两三千年之前，地点距离我们也有两千里之远，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书上所记载的事，大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比如《立位记》中对传染病的处理方式，这种病人必须要撕裂衣服，头发要留长，不可以梳。 脸的下半部要遮住，到处喊着说：“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。”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这样处理传染病的，他们的方式实在很不一样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，有点奇怪，甚至诡异。你不用在主日带一只羊或鸽子去教会交给牧师，然后由牧师当着会众的面切开牲畜的喉咙。如果要这样做， 教会的地毯就得用红色，不能用蓝色。反正这些方式是我们不熟悉的，跟我们的习惯做法很不一样。第三个理由，这卷书似乎跟我们无关，内容不但无聊、奇怪，还跟我们无关。这跟今天的我，活在现代的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像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们都知道。 自己已经不再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但这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，所以这卷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过，我希望各位在我讲完这卷书之后，你会渴望去读《利未记》，这是摩西五经中的一卷书。摩西五经叫做 Pentateuch，Penta 是五的意思。圣经的头五卷书就叫做摩西五经，犹太人称作妥拉。 也就是律法书，他们每年会读完一遍。从祝鹏节第八天开始，大约是在九月或十月，先从创世纪一章读起，按顺序读下去，在第二年秋天的祝鹏节前读完一遍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五经，它有一个轮廓在。这五卷书有一个特别的轮廓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各位，你看看这两条线，越往下越窄，请记住这个轮廓。我们来看看这五卷书，《创世纪这卷书在讲起初，书名的意思就是起初，记载万物的由来，包括宇宙和上帝子民以色列人的由来。《出埃及记》书名等于“出口”一词，从埃及出去。《立位记》的书名。 来自立位支派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民数记的内容，正如其名，专门记载数字。六十万个男人离开埃及，还有妇孺随行，总共大约是两百五十万人。接下来是生命记，书名是由“第二”和“律法”这两个词组成，所以书名意指第二组律法，因为上帝赐下律法两次。 一次在西乃山，一次在他们准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。所以，圣经头五卷书中，有两处记载了十界，第一处在出埃及记，第二处则是在生命记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，上帝提醒他们牢记律法。当我们问到这几卷书的主角是谁的时候，就会看见这个轮廓浮现，因为创世纪的主角。 是全世界，跟每个人都有关，关乎全人类和全宇宙，是关乎全世界的书。可是到了初埃及记，焦点是放在一个民族身上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所以这卷书的主角是一个国家。接下来到立位记，焦点只放在一个支派上。你看，焦点越来越窄，从宇宙到国家到支派。但立位记结束后。 焦点又放宽了，民数记的焦点又回到国家，而接下来的生命记焦点也回到以色列，然后再回到全世界全宇宙，所以焦点渐渐由窄再放宽，各位了解了吗？也许这是大家读不下立位记的原因。 因为他们也许对宇宙甚至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兴趣，可是只要一讲到支派，就会觉得不相干，所以一点也没有兴趣。接下来焦点会再放宽，读到《生命记》的时候会再度有兴趣。接下来要问这五卷书的焦点是放在哪个地理位置？首先是整个地球，然后是加勒底的乌尔，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。 再来是他们所抵达的迦南地，然后是埃及，他们在那里为奴三百年。但是立位记的焦点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西乃山。所以焦点集中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西乃山，之后焦点又再度放宽，经过了南地以东摩押，再回到迦南。所以立位记的焦点是放在一个支派。 和一个小地方，再来问到了时间范围，这五卷书仍然是这样的轮廓。创世纪的时间范围涵盖地球的历史，出埃及记涵盖了大约三百年之久，立位记只涵盖一个月的时间，民数记涵盖四十年。 生命记涵盖以色列接下来数十世纪的范围，所以各位看出摩西五经的轮廓了吗？很显然的，立位记是一个转折点。焦点放在最重要的那个月、最重要的那个地方以及最重要的那个支派，所以这卷书很重要，是整个摩西律法的关键。 因此呢，犹太人每年都要读完一遍《摩西五经》，也就是说，每年大约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，他们要读《立位记》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《立位记》。我要指出《立位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的关联，让你们看见这几卷书的前后关联在什么地方。这点很重要，一定要知道。 每一卷书跟上一卷书的关联，《立位记》跟《出埃及记》有什么关联呢？在《出埃及记》后半部，会墓已经盖好了，那是上帝在他子民中间所居住的帐幕。想象《出埃及记》中安营的情形，上帝的帐幕在中央，前后左右环绕着许许多多的帐篷，有上帝的帐幕和人的帐篷。《立位记》讲的是。 上帝帐幕内应有的规矩，以及人的帐篷内应有的规矩，分成两个部分：上帝的帐幕和人的帐篷这两方面的规矩。但是还不止这些，《出埃及记》的帐幕谈到上帝住在他子民中间，但是立位记是讲人来到上帝面前，《出埃及记》是讲。 上帝带给他子民的拯救，但立位祭是讲上帝的子民献给他的祭。所以出埃及记是讲上帝施恩释放他们得自由，但立位记一开始是讲百姓献上感谢祭，百姓如何感谢上帝释放他们得自由。所以两部分都需要。也许立位记不像出埃及记那么精彩。 但是上帝期待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蒙拯救是为了侍奉。出埃及记谈到上帝如何拯救他的子民，但是立位记谈到上帝的子民应当如何侍奉他。光是蒙拯救还不够，蒙拯救是要来侍奉他。我发现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最好把自己想成是犹太人。 我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倒希望自己是。这鼻子是我们家族的特征，去以色列的时候对我挺有帮助的。我不是犹太人，我倒希望自己是。现在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是犹太人，用犹太人每年读一遍的心情来读这卷书。为什么每年要读一遍？这对犹太人是攸关生死的事，他们必须要读这卷书，明白它的内容，并且遵行其中的指示。 要知道，宇宙中只有一个神，就是以色列的神。除他以外，没有别的神。其他的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。宇宙中只有一个神，而且当时在地上只有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。所以，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很特别。上帝应许要为他们做很多事，他应许要治理他们。 要保护他们，要供应他们经济上的需要，使他们不致缺乏；要保守他们的健康，不让他们染上埃及的疾病。上帝应许要供应他们一切所需，他要做他们的王，但反过来也要求百姓要行得正，要活出公义。所谓活出公义，就是行在正道上。 立位记最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在新约圣经中不断的出现。神说：“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换句话说，上帝期待他所拯救的子民效法他。上帝要百姓效法他，而不是去效法周遭的人。如果你对立位记有什么疑惑，那这节经文就像钥匙。 可以解惑，周遭人习以为常的恶事，上帝禁止他们去做。他说：“你们要与众不同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要反映出我的品格，让别人从你们的品格、你们的好行为，看出我的品格。”这节经文是关键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句话出现不止一次，而且在新约圣经也出现很多次。 因为这句话至今仍然成立。既然上帝拯救你，他就要你效法他，要你照他的方式去活，要你像他一样圣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整卷书的轮廓。前面说过，这卷书分成两个部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轮廓在这里又出现了。 但是，这次是在这卷书里。书中到达一个高峰，然后又到达另一个高峰，就像一个多层的三明治一样，有一点像是麦当劳的汉堡。呃，正中央这里有一个馅儿，你们从这个图表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：第一个单元呼应最后一个单元，第二个单元呼应倒数第二个单元。 第三个单元呼应倒数第三个单元，最后剩下中间那个单元，这里有很清楚的对应，配合的很好，两两呼应。要记住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不是摩西。上帝在立位记里面所说的话，比其他书卷都要多，你知道吗？立位记有百分之九十是上帝亲口说的话。上帝对摩西说。 圣经没有其他书卷记录这么多上帝亲口说的话。你如果想读上帝亲口说的话，可以从立位记开始，因为你会读到上帝亲口说的话。所以是上帝安排了这个模式。你可以看见环环相扣，配合得很好。头七章讲到祭和献祭，最后的单元则讲到惩罚和百姓的誓言。 而祭司职分的详细描述，则对应他们该有的敬拜，以及应该如何带领百姓敬拜。但是，这里是上帝子民必须明白的两大差别，我等一下会解释，因为洁不洁净的差别跟圣不圣洁的差别很重要。我们会看到两者大不相同，这是另外一个关键。 这些全都是为了一个特别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叫做赎罪日。在那天，他们必须带两只动物，在营内献一只动物为祭，另外一只动物是羊。重点就在这里。他们会一个一个按手在羊头上认罪，然后把羊推出营外。 赶进旷野中，让这只羊带着所有人全部的罪，死在旷野中。那是一只戴罪羔羊。这个词我今天早上才在报纸上读到，“戴罪羔羊”这个词是从立位记来的。这只戴罪羔羊代替了别人承担一切他们所犯的过错。我们后面会再说明。 这卷书可以分成两部分，也就是赎罪日之前跟赎罪日之后。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我现在只讲一点，后面会再谈。第一部分描述我们如何来到上帝面前，用圣经的术语来说就是称义；第二部分则是描述我们如何与上帝同行，用圣经的术语来说就是成圣。 这卷书的轮廓就是这样，各位是不是有一点概念了？一旦晓得了这一卷书的轮廓，读起来就容易多了。你会知道自己读到哪里，知道在读哪个部分。看完了整卷书的轮廓之后，接下来我要让各位看其中的一两件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头七章中所说的记，一共有五种记。 很快来看一下，第一种是燔祭，带一只动物，整只放在火上烧，让上帝闻那个味道，全部都献给上帝。上帝喜欢烤羊的味道，闻起来很香甜。你把全部献给上帝。第二种是素祭，你可以保留一部分和上帝一起享用，他吃一部分，你吃另外一部分，那是素祭。第三种是平安祭。 立位记中描述的很详细，但是头三种记是人为了感谢上帝的赐福所献的祭，并不是犯罪之后所献的祭，而是感谢的祭。换句话说，你对上帝觉得感恩吗？上帝要你用这种方式表达感谢。各位，我是指犹太人。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向上帝表达感谢。你为自己的生命、健康和金钱感恩吗？如果是，就要用这种方式向上帝表达感谢。他们可以从三种剂中选择一种来向上帝表达感谢。另外的两种剂不是用来表达感恩，而是和赎罪有关。一种是赎罪剂一种是赎愆剂 这两种计有两个作用，第一种是赎罪，就是为了自己所犯的罪，向上帝补偿。赎罪不是指与上帝合为一体，这是现代人的想法。赎罪是指补偿，所以为某件事赎罪的时候，要拿出东西来补偿。这两种计都是向上帝献上补偿的计。 必须要杀生，必须要流血，用无罪的生命向上帝补偿你犯罪的生命。各位了解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两种祭有一个重点。如果你读完立位记一定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：只有无心犯的罪可以用这两种祭赎罪；若是故意犯的罪就不行。 换句话说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会犯错，都可能犯下无心之过。我们并非故意要犯罪，但就是犯了罪。所以，上帝为我们无心之过提供了祭。但是，故意犯罪的人没有祭可以献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新约圣经也谈到了。新约圣经把基督徒的无心之过和 故意的犯罪做了区分。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一样，都说我们在罪得赦免后，如果又故意犯罪，就再也没有记忆，可以用来赎我们的罪。你有没有注意过新约圣经这样讲呢？这是直接取自立位记。 罪得赦免后又故意犯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所以耶稣才会对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说：“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新约圣经有这个清楚的区分，旧约圣经也是一样。上帝子民的无心之过和故意犯罪有清楚的区分，无心之过可以弥补，可以得赦免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软弱会犯错。 知道我们不是故意要犯错，保罗说：“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做，那是无心之过，可以补偿。”以上谈到的是几种祭，我不谈祭司的事，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。在这里我要谈的是，他们必须庆祝特殊的节日。新约圣经说，我们不用庆祝特殊的节日。新约圣经没有叫基督徒庆祝特殊的节日。 各位惊讶吗？圣经没有教我们庆祝圣诞节或复活节，但是犹太人庆祝节日却是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他们在上帝眼中像小孩子，大人不需要日历，小孩子才需要日历来提醒他们记住一些事。立位记中提到的这些节日，犹太人都必须庆祝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有哪些。先别看左边这里。 先只看红字的部分。上半年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，相当于我们的三四月，也就是无效节。从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开始，纪念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逾越节的前一天下午三点钟，必须要宰杀一只羊。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必须在下午三点整宰杀逾越节的羔羊，而隔天就是逾越节。三天后，他们必须献出熟的作物给上帝。就在三天后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五十天后，就是五旬节。 他们必须要庆祝五旬节，因为当年上帝就是在那天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。他们必须纪念这件事，为此献上感谢。记不记得当年在西乃山上第一个五旬节发生什么事吗？圣经说，很多人因为犯罪而死。你知道有多少人？三千人。 上帝在第一个五旬节赐下律法时，有三千人死亡。许多世纪后的一个五旬节，上帝赐下圣灵，当天有三千人得救。圣经的前后就是这样紧紧相扣。刚刚讲的是上半年的节日，再来看下半年的节日。首先是吹角节，要吹响羊角做成的号号角。 象征全新的节日。第二个是赎罪日，这是很重要的日子，要把承担罪过的戴罪羔羊推出营外。再来是祝棚节，有八天，他们在祝棚节期间会离开家里，住在帐篷中，晚上从帐篷可以看见星星，提醒他们当年因为不顺服。 在旷野中漂流了四十年之久，本来走十一天就可以到应许之地的，所以这三个节日是在下半年。各位，这些节日都会在信的人身上成就。前三个节日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成就，已经传给了我们，但是这三个节日。 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成就。我不知道耶稣哪一年会再来，但是我知道他再来时是哪个月，一定是九月或十月，因为他从不误事。所以某年的九月或十月，耶稣会再来。那么他是哪个月出生的呢？不是十二月二十五日。路加福音的证据指出是第七个月，也就是祝蓬节，这是期待弥赛亚降临的时节。 很有意思的是，《新约圣经》每次提到吹号，都是在宣布他的来临。所以这三个节日已经结束，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成就；但这三个节日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成就，在赎罪日那天，救赎将会临到全以色列国。另外还有两个日子，一个是每周的安息日。 对那些在埃及为奴、每周要工作七天的人来说，每周能休息一天实在是福气。圣经上没有提到摩西之前有安息日，亚当没有安息日，他每周工作七天；亚伯拉罕没有安息日，他每周工作七天。但是从摩西之后就有了每周的安息日。这不是节日，也不是家族聚会的日子，这是上帝的日子，是个圣日。 他们必须守这个日子，这些是一年一次，这个是每周一次，这个是每五十年一次的昔年，实在太令人开心了。每隔五十年，大家的财务都重新打平，是不是很棒？在座有些人好像不太确定啊，从你们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你有钱还是没有钱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给五十年前。 拥有这些地的家族，所以租约会越来越便宜，因为租期越来越短。在第五十年，奴隶可以恢复自由身，各种好事会在这一年发生，所以大家都很期待新年来临，那是上帝悦纳的一年。这是穷人的好消息，因为可以再度有钱。被掳的可以得释放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？ 耶稣曾经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贝鲁的德释放，宣扬上帝悦纳人的昔年。”换句话说，耶稣开启了昔年，这是人人引颈期盼的。你看，了解旧约圣经实在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圣经。现在要来看一个很重要，但是很难解答的问题，就是卑贱和神圣的区别。 以及洁净与污秽的区别，在世界的想法中只有好坏之分，一律是用二分法来看待事情。但是圣经则把事情分成三类。我们在立位记中第一次遇到这种分法，不懂这个就不可能懂立位记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就是洁净的东西仍然可能是卑贱的。 这里有两种过程。第一，神圣的东西遭玷污之后，会变成卑贱的东西。神圣的东西玷污之后，会变成卑贱的东西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知不知道几年前罗马尼亚的革命是怎么引爆的呢？是一个基督徒牧师引爆的。有一天。 牧师他出门买了一卷卫生纸，回家后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，这卷卫生纸上印的都是圣经的经文。原来，圣经协会在共产时代寄了圣经到罗马尼亚，共产政府很不高兴，我们自己有圣经，不必你们寄来。于是，把那些圣经做成了卫生纸。当这个牧师发现圣经竟然被当作…… 草纸来用，就非常生气。他针对这件事，讲了一篇道，结果引爆了罗马尼亚的革命。各位，圣经并没有因此变得污秽，因为厕所并不是罪恶的东西。但这样做是把圣洁的东西变成卑贱，玷污了这样东西，了解吗？接下来是把卑贱洁净的东西变成污秽。 变成罪恶、圣洁、世俗和罪恶这三个词，大致上可以对应到神圣、洁净、卑贱和污秽。玷污神圣的东西，它就变成卑贱；玷污卑贱洁净的东西，它就变成污秽。同样的过程可以反过来：把污秽的加以洁净，可以变回洁净；把卑贱分别为圣，就可以变成神圣。 各位，圣经上绝对禁止神圣的东西碰触到污秽的东西，必须要分开放。神圣的东西和污秽的东西没有交集。圣经也提到，洁净和污秽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两者都会变得污秽。这倒没错。 脏东西和干净的东西混合，是干净的东西会把脏东西变干净，还是脏东西会把干净的东西变脏？你们都知道答案。这话其实是尼西米说的。同样的，把神圣和卑贱的东西混合，两者都会变成卑贱，而不是变成圣洁。了解吗？这个过程，请注意，呃，这个箭头是往下的。 这里的箭头要往下，这个往下的过程通向死亡，真的是死亡。另外的一个过程则通向生命，但是需要献祭，只有透过献祭才能将污秽的变为洁净，起死回生。我顺便问一下，在座有多少人是全时间侍奉的基督徒？我问的问题是全时间侍奉的基督徒。 了解我的意思吗，各位？工作也可以分成这三类。有些工作非法、不道德，是污秽的，基督徒不能做那种工作。有些工作是洁净但属实的，并不是说要当宣教士或牧师才算神圣的工作。重点是你有没有把工作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。计程车司机的工作也可以很神圣。 只要你把工作分别为圣，为上帝而做，它就不是属事的工作，而是献给上帝的神圣工作。宣教士也有可能非常属事。各位明白吗？把钱花在不好的东西上，你的钱就污秽；把钱花在好东西或神圣的东西上，你的钱就洁净。性也可以分成这三类，这三类的区分真的非常重要。你是不是渐渐明白了？世上有很多人过着。 正当卑贱和洁净的生活，但他们不是神圣的人。上帝不要我们只过正当的生活，他要我们过神圣的生活。这是立位祭的重点。上帝说：“我的子民若不洁净，就必须洁净自己。接着需要变成圣洁的子民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和好人不一样。这才能解决我们常听到非基督徒说的：我不比基督徒差。” 我跟上教会的人一样，都是好人，但那种人并不圣洁。他们从不用“圣洁”这个词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词，也不知道这个词。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只差没有信主而已。也许他是个好人，但他不是圣洁的人。上帝不只要好人，他要的是圣洁的人。我们在立位记中要谈到如何向主成为圣洁的人。其实。 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事。我读《立位记》的时候很惊讶，因为谈的都是很实际的事，比如像是健康。所谓圣洁的生命是全方位的，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不圣洁。来看看健康这方面，灵里要圣洁，身体也要圣洁。所以《立位记》中谈到剪头发。 保罗在《哥林多前书》中也提到，所以《利未记》中谈到刺青，你知不知道圣经上讲到刺青，讲到男人不可以戴耳环，很有意思。这些都代表圣洁，都是很实际的事。《利未记》也讲到身体上的漏症，包括男女，还有生产。 食物方面也谈到很多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。各位，犹太人制定了一大套洁净食物的准则，只因为有句经文说不可以用山羊高母的奶煮山羊羔，所以他们有两间厨房、两套锅具，奶制品和肉要分开煮。但是这句经文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却根据这句经文发展出一套宗教来。 我很喜欢跟犹太人说，亚伯拉罕没有吃洁净的食物，他拿小牛肉和牛油招待来访的天使。亚伯拉罕真坏。其实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迦南人奉行的多产仪式，因为迦南人这样做，所以上帝叫他们不要做。你们是属我的圣洁子民，不可以有那种迷信。立位记中也谈到，不可以交鬼。 或者是行巫术，还谈到房子如果长了壁癌，不能够叫人来修理，要把房子烧掉，因为要爱你的邻舍。如果你爱邻舍，房子有壁癌，你要把它烧掉。你有没有很高兴？不是活在九月之下。再来是衣服，不能够把羊毛和聚丙烯等材料混在一起。有一个犹太家族所创立的衣服品牌。 一直在帮助我违背摩西律法。立位记也谈到社会生活，圣洁的含义包括照顾穷人、聋子、瞎子，还有老人。圣洁的人在年长者进门的时候会起立表示尊敬，这是圣洁，很实际，对不对？涵盖了生活各个层面。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经文就是来自立位记。 这是圣洁的一部分，涵盖生活各个层面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里还提到乱伦这种情况越来越多，还有同性恋，以及男性之间的性行为。现代人觉得很无所谓的事情，但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事。什么是圣洁的生活？就是你周间的言行举止，不只是周日的言行举止。 包括了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像是食衣住行、娱乐、圣洁，关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。这是我们从立位记学到的。一旦明白了这个清楚的区分，就能够明白立位记的信息。上帝不止在找捷径的人，他也在找圣洁的人。两者有很大的差别。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圣洁。 只会想做个好人，但光做好人还不够。下个单元我们再继续谈。